各位南大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欣欣咪，欢迎收看今仔日四月十七号礼拜六的南投新闻。母亲节就要到啊，中寮乡公所今年在南投市一间餐厅进行母亲节庆祝活动，邀集各村推荐的模范母亲，在亲人的陪同下做会参加。今年年会上大的是光复村94岁的老魏桂英，勤俭持家精神，让人真佩服。另外，因平村的廖国秀村，除了为家庭付出，并常常甲红师做伙做公益，公所是借着庆祝甲表扬，表达对每一位辛苦母亲上大的敬意。阿玲，我爱你。阿婆，你个收着。大家讲出着妈妈，我爱你，借着庆祝活动。在平常时可能歹势讲出来的话，来向母亲表达的感谢。这是中寮乡公所所举办的母亲节庆祝活动，各村模范母亲拢真用心装扮，在亲人的陪伴之下接受表扬，感受到这份温暖。阮家、阮查囝、阮孙，拢甲阮囝婿拢陪我来咩？陪我来遮，我真欢喜。模范母亲，啊，大家拢感觉讲。选了吼，真正优秀，真正杰出。啊，而且这个模范母亲同时哦，嘛有在敦亲睦邻哦，啊，教书有方，啊，对大家拢非常好。这18位的模范母亲，其中代表中寮乡接受县府表扬的廖国秀村，都讲为家庭付出，并且常常甲红师做帮助到有需要的人。在九二大地震的时阵，捐钱也搁白米和贫困家庭。另外，年会上大94岁老魏桂英，真心协助着家庭，甲做田地工作，甲子女车养大汉，蒙头为着庆祝活动甲表扬，更加伟大的母亲表示着敬意。今天很开心参加母亲节的活动，谢谢乡长，谢谢，感谢承办单位。有什么话想要跟妈妈讲？妈妈，我爱你。就是啦，感谢啦，真感谢你家吼，甲阮祝福啦，家乡就有他们的奉献跟牺牲，才有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跟安宁啦吼。教育子女是他们很重要的一环吼，因为女主内男主外吼，尤其母亲的这个角色相当的重要。今年是到母亲节，搁要教我。中寮乡公所提早伫南投市举办庆祝活动，安排精彩表演，搁招待着模范母亲，搁厝内底人做享用着美食，现场充满幸福的气氛。记者林云信采访报道。